跟你画的这两只是什么？青蛙，看得出来吗？共的是青蛙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水池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两只，共的是青蛙。哎，在镜头里面看起来还不错啦。是吗？拍照起来好像还有一点样子哎。我去看一下。看起来像青蛙。你等一下看照片就好啦，对不对，妹妹？你要顺着看。妹妹的手也是那个啦。天子，天子。那青蛙好像快要跳起来了，感觉跳出来。我们画好了石头、青蛙，还有植物。最后一步骤就是要画什么了？水，对不对？水要做个很大只的这个笔，或者是用毛笔。水好像很难画哦，还要画出一些水的倒影。好啦，最后一个步骤啦，还要画出波纹呢。波痕还画得出来吗？波纹啦，什么波痕？作品名称，我们等一下写好就要去参加比赛。这边是哥哥的，哥哥的作品名称是热闹的水池。好，那你的是什么呢？这快没水了。枫香树下的童年。婷婷，在那个红色、绿色的叶子那里，它停在上面。哦，飞起来了！我看了，没看到？哇，这里好，两只蜻蜓在蜻蜓点水，它们在干嘛？红色的跟红色的。它们在产卵，蜻蜓点水。红色的跟红色的。看不太清楚哎，这里。哦，原来红色的是雄虫，黄色的是雌虫哦，同一个品种竟然有两种不同的颜色，哎，好特别哦。